张智霖出道多年，出演过多部知名电视剧以及电影，近年深耕大陆戏剧综艺，拥有不少忠实粉丝。张智霖三日出席某时尚品牌在香港旗舰店开幕活动，谈及偶像宋慧乔近日完婚，他表示为对方感到非常开心。随后他也大赞自己的粉丝也很理智，不会做出过分的事情。我的粉丝都很理智，也很支持我的，我觉得我很幸运，不要像一些狂迷扭曲了支持的定义。随后张智霖也被问有没有遇到过疯狂歌迷，他坦言自己真的曾遇到不少狂迷，有些是会在你家楼下等你好几天，还遇到有些是用血写信的，不计其数。但他也非常庆幸如今科技进步，收到写书的次数比以前少了很多，现在电子科技发达之后，通常都不会有这些恐怖的东西出现。随后他也不免被问到是否见过好友郭富城的女儿，他坦言自己尚未见到对方的女儿，也非常期待可以见到。